大家好，我是魔力姐姐。那么呢，现在是春节了，祝小朋友们春节快乐，天天开心。那么呢，在新的一学期里边学习越来越好。那么今天呢，跟着呢魔力姐姐玩什么玩具呢？我们玩钢夹小龙虾中的弹弹蛇，还有我们的可爱的数来宝，这两款玩具哦，应该会很可爱，我们打开看一下吧。大家好，我是数来宝，小朋友们过年好。在新的一年里边，祝福小朋友们的个子长得高高的啊，春节的时候压岁钱收得多多的。大家好，我是弹弹蛇，小朋友们过年好。在新的一年里边，我祝小朋友们学习棒棒的，身体棒棒的，吃的棒棒的。哦，鼠来宝和弹弹蛇已经给大家拜年了，是不是？我们的鼠来宝呢是比较贪财的，所以呢，他希望小朋友们的压岁钱也收得多多的，是不是？弹弹蛇呢比较善于出谋划策啊，他也给小朋友们送去了祝福。那么现在这两款的，现在都是生肖的一个形态，都可以变成武器形态，要怎么变呢？我们看一下吧。鼠来宝，我先来把我的武器形态展现给你们看，把我的金刚钻拿下来吧。然后要怎么做呢？然后我要卧倒，然后我的手臂会向后向后向后并拢，以后举起来。哦，看看我的身体是不是灵活程度非常好，非常好呢？接下来我就要把我的金刚钻在我的身后合十，要扣在这个部分。那你们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孔要插进去，那么另一边也是，就可以合拢了金刚钻。我的金刚钻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你们看看我的腿部要怎么做呢？像这样的旋转一圈以后，插在我的金刚钻的孔中，咻咻咻！哇，你们看，是不是很酷？我是不是很酷呢？接下来呢是魔力姐姐的声音啊，你，还好吧？我感觉你不是很酷，你是有点奇怪。这个是什么个武器？不过我们的鼠来宝的必杀技是破甲突击，就是用这个武器形态应该是啊。看看后边，然后这个是前边，然后这样拿着的话是向上的，也还是不错吧。哎，鼠来宝的武器形态实在是太弱了，看看我弹弹蛇吧。看看我的尾巴甩起来就特别的霸气，咻咻咻，横扫一片，这是我的生肖形态。接下来给你们看看我的武器形态吧，我要向前推我的身体，咻，看到了吧？然后呢，这个耳朵部分我要向后，然后扣在这个孔中，是这个样子的，扣住了。然后呢，我会旋转我的头，就这样 ，OK。那么前面呢，当然不会让它晃啦，那么就不是武器了，是不是？那么呢，我要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呼呼呼，这个呢，它就已经固定住了，哈哈哈哈！看看我的武器是不是很帅呢？接下来是魔力姐姐的声音啊，这个武器确实要比我们的鼠来宝要好看一些啊，而且呢，大小呢也非常的霸气，和小龙虾有的一拼呢，不错不错啊，颜色也很好，拿在手上是不是很帅？破甲突击，超级冰链剑。那么现在我们的鼠来宝和弹弹蛇的生肖形态和武器形态我们都已经看过了，那么今天在他们两个身上发生了什么有趣故事呢？我们一起看一下吧。弹弹蛇，弹弹蛇，你刚才说什么？说我的武器弱吗？啊，是啊，你看不出来我的武器更帅吗？那也没有我厉害。你不知道吗？蛇是可以吃老鼠的。啥？你还想吃我咋的？啊，吃你咋的？
我跑得多快你不到啊，你能逮到我咋的？你连腿都没有，没有腿能逮到你照样吃你。哼，就是没有我厉害。嗯，没有你厉害。嗯，我比你厉害多了，要不然我们去找魔力大哥和魔力姐姐评论一下吧。好的好的。大家好，魔力大哥来啦，春节快乐。我是魔力大哥。春节快乐，春节快乐啊，快乐。这个魔力大哥刚才呢数来宝来跟我说弹弹蛇要吃它。那个你应该也知道吧，蛇确实是可以吃老鼠的。对吧？不是、啊、我以前看过老鼠、嗯、老鼠吃蛇、我以前看过。你看的是老鼠吃蚯蚓吧？不是这个这个我是蛇你是蛇啊？这是老鼠、啊、我这样这是老鼠吗？老鼠有这么大的嘴巴咬你吗？咬，我看过，真的。完了，魔力大哥今天又这里边出问题了，绝对这里边出问题了。魔力大哥呀，我就不跟你来较劲，我们这个谁吃谁的问题了，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对决比赛竞争。谁赢的话谁就是强者，就要吃掉那个弱者，怎么样？好，挺好。好，那我们出发吧。今天魔力姐姐和魔力大哥要玩的游戏的名字叫打啪机。那么这个呢是魔力姐姐自己做的大啪机呢，是有两面的啊。在东北呢这个游戏呢叫打啪机，在其他地方呢这个名字应该叫什么呢我也不清楚啊。游戏的玩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先将一个放在地上，然后用另一个使劲去敲打地面上的，如果地面上的这个啪机翻了一个面，那么呢就获得了一分，再打再翻一个面就是两分，以此类推啊。那我和魔力大哥一人一次，一人一次，先获得三分的人就是胜利者，他就是强者哟。那么我们叫来魔力大哥开始吧。游戏开始啦。那么我和魔力大哥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先开始石头剪刀布。没事，我赢了。那我先开始啊，现在是红色的向上啊。不是这样子，我要跳了。哎，你不也不可以吗？看我的，一二三，这行吗？这样子，你也没说不行啊。哦，一分，你们看，三分，我赢了。一分，你才一分，我继续啊。一分，一分，我也一分。两分，你们看吧。哎呀！那，呀！这样，跳！哇！我赢了，我让你们跳冲！老鼠赢！老鼠去了！老鼠是谁？哎！这我这老鼠我赢了。老鼠疯了，好吧，今天老鼠获胜了，老鼠可以吃蛇，行吗？大老鼠，你这，好吧，那我们跟小朋友们说再见吧，那么小朋友们再见，谢谢。